没有加入当屏幕效果。孤独两口里面笑着微微装，装上那孤单的麦克风架，会唱多一点回忆来陪着自己唱，看见自己心疼的模样，减不了千丝万缕的忧伤，不大的镜子映着小姑娘，你愿意为她放下过去吧，你说我从小看到大的小姑娘，美妙的旋律来自天上，歌词是你想说的话，有欢有喜有悲有伤，我甜美的小姑娘是谁为你写的呢？是你自己吗？是吧？准备好了吗？趁这就来吧，我甜美的小姑娘。是谁赐你美的呢？是你自己吗？是吧？准备好了吗？趁这就来吧，我甜美的小姑娘。现在在马不停蹄的在为后天的演唱会做准备。Hello， 各位小红书的朋友，还有巨星鼠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蛙。在我们身后，他们还在缝衣服。后天我们上台，其实很多台上的表演者，他们穿的衣服都还要再加工，所以现在在马不停蹄的在为后天的演唱会做准备。舞台上面的衣服太生活就显得不够敬业，所以很多时候哪怕是一件普通衣服都会在上面多加一点 bling bling 的东西，比如说边边可能加一排珠珠啊，或者整面都是会反光的七彩的，那个会更有冲击力，更有效果，所以这些东西就变得很重要。如果你有看过上海场的朋友都会觉得这个是哇，怎么又来一个，他有一些保留，但是我们在上一次看完回放就研究了一下，还是可以让一些某部分更厉害一点。小汪跟自己平时会刷小红书吗？刷美食、煮饭、运动、健康、养生、哲学、科幻。在演唱会这段时间，当然看你的状态特别好，然后有没有一些饮食或者运动的秘诀分享给大家？我就不是特别为了演唱会而做一些特别的改变，其实我运动的频率啊，吃东西的习惯啊，其实差不多，可能更多的是心情上面的调整，可能要按个摩啊，那我看到那朋友来会做一下指甲啊，然后会修一下头发啊，或者是晚上敷个脸啊之类，会做一些准备让自己更好一些，让心情愉悦啊，开心啊，心情就会更好的状态迎接那个演唱会。嘿嘿嘿，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。这一次深圣站的舞台的灵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还是延续我们欧时光之旅的一个主题，就是希望可以穿越任何你们想到的时空，不管是我曾经带过的演员的时空，或者是我从一开始歌手的时空，都可以随意的穿梭，经过我们舞台上面的 O 型设计，无限制的游走这样。在上海场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瞬间？有，到将近尾声的时候就觉得哦好快哦，然后结束要分开的时候就有点觉得啊依依不舍，这种感觉比较强烈。然后我还记得我在最后一首歌看到自己很年轻的时候的画面，就觉得哇更感触这样。演唱会还是有它的魅力，可以让你在一个不是特别长的时间有很多不同的情绪。因为这一次的深圳演唱会，我们在小红书也发起对，然后呢，有非常多的网友踊跃的投稿，最后会有1000多位甜美的小姑娘到台分享。
真的我太感动，因为我连我自己都很不是那么希望自己会就是把自己公开在网络上，那他们都愿意把自己的甜美的一面跟大家分享，我觉得这个特别让我感动，然后我就希望可以好好的把他们收集起来，做一个很好的剪辑，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纪念在这个演唱会上。希望你们一起甜美，然后我们一起做一个让大家觉得可以回味很久的演唱会，我们一起加油。